大家好，这里是 Phoenix 为大家带来怪物猎人的网上联机视频。咱们现在在应该是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房间啊，但是又来了一个人，依然是 HR， 应该是 HR8 加，就是基本上是属于轮流破任务。可以看刚来的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变态， HR999 使了鹿角弓一套。哎，好像他说让我们等一等啊，应该是去换装备了。看一下即将要打的这个任务，是一个在应该是山峰吧，山峰的一个大型狩猎，驯龙、雌火跟一个雷狼。我觉得由于这三只怪没有什么太好的武器去打，所以我选择了驯龙骑兵。哎，这样还有其他的可能是需要带个解毒的。防止雌火龙中毒，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是想不起来有什么好用的。你看，还有另外呢，哎，除了 Sola，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现在是等于是我们俩有空的话，基本上我是帮着他打一打，因为反正我也是要录视频嘛，可以是帮着他打一打。他是依然是应该是金火龙一套啊，技能应该是没有变。我的这套装呢也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应该是好几次了。挑战者加二，展位加一，回避型加一，跟一个集中。还有一个人使的应该是好像是一套自己的混装，高尔陷阱大师、炸弹人、普通弹优就是攻击力上升，防御力上升小。武器是重弩，一是萤火龙重弩。最后这边 HR999 他也是换成了一把双刀，技能挑战者加二，回避性能加二。展位加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变态。哎，这样大家貌似都准备好了，我也是准备吧，准备出任务。看一下，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带的。雷狼龙虽然说是会给我们增加一个雷的异常抗性，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成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感觉平常我打雷狼龙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回避性能的话，中招比较少啊。希望一会儿不要打得太贪刀了，毕竟我们队友中也是可以看都是一些比较容易贪刀的武器，可能有时候会受队友影响嘛，可能会看他们打得很嗨，然后自己打得也很嗨，结果就贪刀了。哎，大家不要在意啊，刚才只是喝了口水。这样发现直接是遇见了驯龙，像尝试是想打出爆属性啊，结果好像是没有，打了这么多下一个都没有出啊。这样应该是爆错地儿了。本身是想接一段的渲染之后再去进行回避的，结果发现时间不够了。我还有驯龙，感觉上很少，是因为就是因为它的一个这个回避的是时机不太对啊。哎，这个没有，我天哪，这居然没有打到，实在不能理解。这样。运气不太好，一直的刃都是没有开，这样终于是开了一个刃。这样比较是不太理想，毕竟只开了白刃。刚才我的第一个气刃斩真的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居然是直接 miss 掉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办法，好在是这些怪不是特别难打。
给我感觉上最好开刃的应该是，感觉上是应该是雷狼龙吧，然后是驯龙。雌火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开刃的，因为毕竟有时候打的雌火龙它的龙车还算是比较频繁。这样这边是好像有人把小火龙都帮着清了，正好是发一个吧。刚才也是，已经虽然已经吃了一个能量饮料，但是这个可以留着，留给下一个用。哎，我由于是比较懒啊，没有带爆弹，我无所谓，感觉应该不是很难啊。这个带不带爆弹应该区别不很大。看一下，由于是三个人都是有钢，近战都有钢体啊，觉得他下来后呢，我们直接怼着脸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是去有人去断尾。由于是队友实在是攻击很猛啊，直接这只火龙是就是这么被收掉了。这样第三只雷狼龙，我看想一下，雷狼龙应该我们看队友好像已经是提前行动了，应该是都是去了雷狼龙几张出生那区，我跟着他们走吧。发现重弩好像直接是站高台去了，这样无所谓。这边有个玩鸟的蛋，我拿过来。这样雷狼龙我不太清啊，我是一般我打被子了，脑袋肯定可以打，但是无所谓了。这个会，这个完了应该会去蓄力啊。像队友也是非常专业，直接是连机会都不给。好像是倒地了吗？对了，哎，这样真的是有点输出，这个组合输出真的是实在是太变态了。碎龙武器配上可以看其中一个重弩，天哪！而且道具用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哇，这个我，哎，你以为就你们有吗？我有大边玉。算了，随便玩一玩啊。看来还是，我天哪，这好像大家的道具真的是非常多啊。我也是，哎，我这回的饭有吃，哎，我这回的饭好像有吃踢脚术啊，你们看谁踢得过？
看一下，有一个护符是哇，珍稀度10啊，素10加5跟一个八曲加3，好像虽然等级很高啊，我觉得这两个技能我从来都没有用到过，所以说我直接卖掉了。可能有些人不太高兴啊，说哎，这个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护符，但是我实在是用不到啊，给我在珍稀度再高，我用不到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用。而且我现在的储存箱应该也是比较紧张了。我先看我们储存箱之前，先去整理一下道具什么的。刚才好像是比较浪费啊，扔了好多的大冰雨，再合一下吧。这样合点大冰玉，我们然后搜了，因为是现在是这个房间是轮流破阵完，他又是开始在私底下密我说是想，他还是想刷火龙啊，火龙要熊火龙天灵，但是我们好像。但是我这里没有什么，没有火龙任务啊。但是他说要刷火龙天灵，刚才你打的是一个，这样我只能是问一问了。是在聊天栏上问一下队友，说是他想杀火龙任务。由于我没有，只能是看队友了。队友要是有三只火龙，或者说是双仓火吧，可能是会，我觉得暴力会高一些啊。这样我们看一下武器，武器我换这回，你队友用什么呢？队友好像有一个重弩啊。只有重弩的话，那么我们也试试重弩。这样我们局是大家都没有任务，直接刷萤火了。萤火的单只的话掉率应该会更高一些，而且我的萤火我们看一下拿什么武器打呢。实话在这种队伍的话，由于是大家输出都是很猛啊，可以是选择用轻弩或者是大锤控场，估计之前也在视频里应该是大家也都见过，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打法，毕竟会更效率一些。但是我们看见好像大家好像都是换成了不是轻弩就是弓箭啊，这个啊不是重弩就是弓箭啊，这样我怎么。我觉得还是换轻弩吧，毕竟效率一些啊。这样再带点解毒药以防万一。其他的看一下水冷弹，然后麻痹弹，再带一点医疗弹，基本上属性弩我现在打怪基本上只带这三种弹，就是基本上是相应的属性弹，然后相应的异常状态弹，还有回复弹，基本上回复弹感觉上大部分你都可以打，
算是在应急情况下吧，可能会稍微顶点用。这样先把相应的弹药呢补齐齐。好像队友是又改了，改成了其他人好像是换成弓箭。看样子我们另外一把应该是这个竹子弓，可以看一下水属性也是高达560点，这样估计应该是怪物的异常状态吧，会积累的很，应该是没有问题。可以看，总之我要吃一个，我肯定是要吃这个异常，就是特殊攻击术的，不太清楚队友吃了什么。我们这边Demi Friend 他是 HR999， 他是总凝会是鹿角弓，不太清楚他吃的是，他吃了一个防御术大，不太明白为什么是，不太清楚啊。觉得鹿角弓要么你吃去吃爆破术，要么去吃像我一样吃特殊攻击术吧。鹿角弓我记得好像也是可以打这个异常状态瓶，也是可以射的。竹子弓我看他好像又吃了一个火抗性，可能是因为他是海龙套吧，对，他就是海龙啊，由于是海龙套，可能是怕火抗性太低，所以吃了一个火焰抗性。应该是只有我是吃了一个异常状态，不过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就算我一个人的话，他们的怎么说呢，怪也是会比较容易被我拿住。再检查一下装备，应该是没有什么。闪光弹我就不带，因为毕竟弩的话装备栏还是比较紧缺的，我用弩平常就没有带闪光弹的习惯。这样可能还清楚，我们的这边这个人的竹子弓他还在，可能是在准备瓶子跟炸弹。竹子弓应该是我记得是所有的异常状态瓶都可以射的，可能一会儿肯定会出现棉爆，所以说我弩装备是长，等于是肯定就是基础装备啊，里边就包含着三个大爆弹，当然不是爆弹剂啊，我也是比较穷吧，算是。这样还是利用由于是距离比较远啊，我们这个闪光扔稍微早点了。另外呢我再打一发，好像是有人，不知道是谁啊，谁的弓箭，好像是有其中一个弓箭，应该是我们竹子弓，他应该是有，可以看现在他好像是改成了马，这应该是睡眠。队友也算是很专业。他们埋大爆弹，我埋个小爆弹就够了。本身是觉得好像是可以提前打出来了，结果好像是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不过影响不大，我就是被麻住了。这样看一下，还现在我刚才是有六发的麻痹弹，这一个全打完了，我不太能肯定是可以麻痹的，而且可以看是打 miss 了几发，这个应该是麻痹了，可能需要再调一下。我觉得由于我们这局输出是很猛，应该是用不到，我就再调三发就够了。好像还要最后他们打呢。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由于是火龙被晃下来，
好像找我们来了，这是一个直线的喷火球，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太担心。我觉得火龙应该是差不多了，可以看果然是已经是死掉了。然后由于是控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火龙也算是非常效率了，就会打的。可能是我们可以看，由于是三个远程啊，近战稍微少了一点，再加上可能是不太好断尾吧。虽然是没有断尾，但是感觉上这么要是刷下去的话，这个效率还是非常可观。这样由于是没有什么事干，我们在这儿挖一挖。这边是一个古龙谷，我们把回家玉拿走吧。哎，又一个古龙谷，怎么这回都是古龙谷呢？应该是有一个，哎，这个是龙谷的，好像是 relic， 应该叫神器还是叫什么神架，类似于就比如说是哎考古挖出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是不太清楚怎么翻译啊。总之是刚才我挖的那个白色的那个骨头应该算是比较，给我感觉上是比较难，除了这个塔的地方我还真的不太清楚其他的什么地方出啊。哎，又得到了一个火属的零加一反动加五的一个护符，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火属攻击加一的话实在是太少了，觉得没有什么用，直接卖掉。这样由于是我们可以看大家的 HR 都是非常的高，所以说配合起来真的是哎打得很效率啊。我们这个刚刚发现刚打了两局，时间也是很充足。我们在好像有人给我发公主片啊。这样我再给他发回去一个吧。我之前的工会卡，哎，怎么？我之前的工会卡片由于是满了，之前是有人想给我传工会卡片，结果是没有办法，已经满了，后来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删了一部分。然后我不太清楚是比如说我们的哎就是怪物猎人4中，不太清楚工会卡片一共可以割多少个吧。我们看一下这边呢，我之前是删了很多啊，之前好像记得是可以存到98个，现在我昨天又删了几个。现在一共是应该是70多个，不太清楚是。给我感觉上太，看一下聊天栏。哎，这样他写的是一个我们的蛋，但他说的是 hard hitting line up。这个任务呢是一个 DLC， 应该是记得好像是角龙跟爆锤，然后黑角加爆钢，应该是这么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说实话，哎，好像之前我们好像录过这个任务。还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当然也是看大家配合了。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配置完全可以用现在配置来打，主要问题就是控不住怪的话会很蛋疼，因为都是远程嘛。远程的话这个 DLC 任务它的特点就是哎怪的攻击力非常的高，远程的话基本上两只怪同时秒你的话，哎一倍电估计就直接猫掉了，所以说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想一下啊，其实输出的话够，应该是完全控住的话，应该是很容易杀死一只啊。杀死一只的话，另外一只就随便打了。这样我还是用当前的装备打吧，毕竟会效率些。
我们好像是没有人，好像是他们都没有换装备啊。我们的另外一把一个人他好像是换成了，也换成鹿角弓，这样估计会输出比较猛，可能控场就留给我了。这样可能我需要就这么一个任务，黑三角爆锤，然后黑脚加爆杠，这样我肯定是要吃这个特殊因素。哎，好像有变化 ，HR999 的，他换成了，应该看这名字啊，写的是，应该是邓鱼龙，邓鱼龙的长枪是一把麻痹长枪，太清楚。有什么用意？我觉得刚才的配置挺好，两把鹿角弓的话输出应该会非常的猛啊。我把怪控制的话应该会直接，甚至应该是在陷阱里能直接死一怪的。这样我不太清楚，可能会稍微的输出有一点低啊，因为毕竟麻痹武器的话输出还是稍微有低的。这样可能是我稍微打一打，因为第一麻应该是三发麻痹弹，速射应该可能能麻掉。第二次麻呢，怪应该是打完三发应该是麻不了，需要再上一次弹。但是考虑到由于是队友加入了一个麻痹武器，估计期间的话他的麻痹属性应该会积累完全，这样可能是第二麻的话也需要打三发，剩下的工作留给我们的长枪麻痹就行了。这样我直接换上，等于是第二麻的时候等于是打完三发后直接上水冷弹去宿舍吧，可能这样伤害应该会够。这样我再确认一下，带上陷阱，也是带了两个陷阱，然后这边消除也是以防万一吧。觉得差不多了吧，应该是没有什么需要变的。看一下另外呢，看一下他的装备啊 ，HR999，他的技能是异常范攻击加2，高级耳栓，陷阱大师跟一个斩的加1，算是比较综合的一套技能啊。然后我们好像搜了，换成了，他好像换成了这个应该是海龙的水龙的，应该是水龙太刀吧？你看看，应该是水龙太刀啊。这样我觉得介绍的应该是都差不多了。我们队友也是问啊，说这个任务是他会，由于是 DLC 任务，应该会奖有特殊奖励啊。他会奖励，可能是一个斩斧吗？不太清楚啊。这个任务之前也是打过，他肯定会奖励一些券什么的。他在问是奖励的哪个券，我说实话我不太清楚。看一下大家应该都还是在准备，是这个人也说是他六个月没有玩了，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怪物猎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玩的不久，时间很长时间不玩，我估计也就是稍微的手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下滑，不会说下滑的特别严重的。怪物猎人的话也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时候玩多了它会形成一个就是下意识的一个东西，感觉上没有必要说是去，而且好像说是你需要每天都要去练一练，应该不会是这种情况的。这样好吧，差不多开始吧，还是先去吃一个，可能有人直接进去了，不太清楚是。好危险啊，哎，不好了，我麻痹弹是没有买啊，天哪。这个应该会麻痹吧，没有，比较可惜。
再补一个鹰弹，然后好像我的子弹都没有买齐啊，这回是比较恶心了。队友是等于是慢扔陷阱，这样趁这个陷阱相别。不用了啊，还第二麻还没有麻出来，怪已经直接跪掉了。这样估计你可以看这边啊，这边长枪已经都准备好了，闪光弹可以看它这个架势。角龙说实话虽然是对吸收应该是冰是最好的，但是由于是现在我们的其他角色，毕竟冰的你就是没法放食疗，食疗是很危险啊，冰种是没法射麻痹弹的，所以说这个是在找我啊。记得除了脚的话，属性吸收翅膀跟尾巴尖可能会好一点，尾巴尖由于是太难打到了，我刚才就是选择了打翅膀。哎，死掉了。这样第二只怪我觉得大概在这儿吧，我是不太清楚啊，直接往这里扔了。这只怪应该是爆缸，爆缸的话对水属性吸收应该会更加高一些，这样直接是先打水桶弹吧。看一下，觉得应该是先看一下计划。计划是可能是 A 出来后直接中陷阱，我可能会先打一轮的水桶弹，等他出来后呢，应该会先进行一个发呆动作，然后再进行吼叫的愤怒动作。哎，这个怎么没有陷进去？好奇怪啊！想直接麻痹了，哎，好吧，这样我还剩下14发水冷弹跟6个麻痹弹，估计麻痹弹的话直接我们可以看，加上这边的，由于是加了强化的，应该是特殊攻击强化的长枪，麻痹起来真的很好麻。平常只需要三个射击才能麻痹，现在只需要2个就够了。这样我们直接站在陷阱后边啊，让你那个角落过来。这还剩下应该差不多了吧，我的子弹已经快没了。哇，好厉害，还有两发。哎，天哪！
这回是真的弹尽粮绝了，开始打普通弹。哎，还好，只打了一次就打过了。还算是比较，这个队伍啊，真的是打起来可以说是很爽。毕竟大家的怎么说呢，都是起码知道是做什么的，这样应该是比较不错。我们刚才好像是没有有在有吃过生命种，生命种没有吃过啊，不用去拉了，没队友吧？刚刚也是队友，是好几个，我们是加了一下血。这样看一下斗技场，我记得这几个角落啊，可以看这边挖的是织锦闪光的。哎我天！我再读。不太清楚这个斗技场是他们根据是任务不同嘛，所以他的这个几个角落的织锦，感觉 DLC 任务应该是好像这个角跟我现在对过远处，我现在看那个角。应该都是有个标记，有时候我记得在好像就是斗技场任务啊，就是不是这种就是只你需要使用指定装备的一些斗技场任务，我记得那些任务里面有时候你会从这个四个角落挖到，好像是除了闪光弹可能会挖到什么爆弹啊，然后陷阱甚至是落穴之类的东西，我记得不太清楚是我记错了还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印象，不太清楚是因为有些任务可能是为了就是调整难度，所以说是专门安排了一些特殊道具的一些在那些角落，还是说哎好像没错兵了，还是说一些什么原因别的原因。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一期好像是时间已经是差不多了吧，也是打了很效率，打了三个人都是丢机怪的，算是比较不错。这样呢先在这结一下，然后也是相当喜欢，这样我们下期见。